希望你看我的影片有快乐美好的一天。嗨，我是鱼之兔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来。今天要来做什么呢？今天要来开箱。我去菜市场的时候顺便去逛，然后看到有店家，然后就进去店家，然后买了总共是两件的外套、一件衣服、一件裤子。那这个的话都是在不同家买的，那就来开箱这一些我最近买的这些衣服、裤子跟外套，然后看看这一些东西适合我吗，然后也可以留下你的想法。那喜欢这样子的影片也不要忘了给我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也不要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，按全部通知才可以接受到频道的最新更新哦。那就来开箱去咯。那因为这是在店家买的，我不知道网络上有没有卖。那如果网络上面我有看到类似的款式的话，或者是相同的款式的话，我会放连结在更多资讯或是留言处，你也可以去看一下有没有，有的话我就会尽量放哦，记得看一下更多资讯。好，首先第一件是裤子，为什么没有穿上去呢？因为我发现我这一边大腿这边实在太粗了，然后我穿不上去。那这件是我妈买的，跟我这件其实是差不多的，那只是版型上面比较小一点点，这样一样是破裤子的，然后只是没有这么破。然后这边有这样子的一个很细节的这样子的一个字母跟绑绳啊，就是字母的绑绳。然后下面是这样子，有弄起来、绷起来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，然后这个破裤子都没有很破，细节就是这样，都是很没有很破的那一种，但是却是很有型的裤子。但这件我穿不下去，实在太小件，就卡在我大腿这边，那穿起来的这个感觉是这样子。再来是我身上的这一件上衣，就是看到这个珍珠奶茶非常的可爱，所以就买了。然后这个在镜头上面看其实稍微有一点色差，镜头上面看起来比较浅一点点，但实际上会比较深一点点，比较属于那种军绿色的颜色。那它的版型做的比较大一点点，你看它的肩线是在这边，通常的肩线应该是在上面这边，但它的肩线在这边。那因为我个子又比较小，所以就变得算是五分袖七，还不到七分袖，五分袖的那种感觉。如果正常比较高一点的，可能就是到这个手臂这边吧。那我穿起来是比较属于比较大肩一点点的，到我还没有到遮屁股，但是差不多到这里这个地方这样子。那穿起来还算是舒服的，后面就是这样子竖的。它主要就是看这个珍珠奶茶，这样珍珠奶茶很可爱的细节，可爱。那它也有很多颜色，然后这是其中的颜色，我记得好像还有黄色吧，跟那个橘色吧，不算是橘色，就是粉橘粉橘那种颜色，它的颜色也是蛮多的，蛮可爱的一件。好，再套上外套，这个是这样子，细节就是一个字母的，然后这边有两个大的口袋，然后后面有个帽子，后面就是属于粉红色素色的这样子细节给你们看，然后大概跟那个衣服差不多，比衣服还要长一点点这样子，然后就是这样，就是一个还蛮素的一个，然后它的材质不是棉的，是那种很像那种雨衣的那种材质的，是这样的，不是那种棉的，就是很像那种雨衣的那样子的。然后它就是粉红色加灰色的这样子的一个跳色的颜色，就很适合你冷气房去穿那种绑绷的，里面是这样子的。我看看它有写它是什么样的材质吗？没有，它就写它是中版外套，然后它没有 size 的，然后它算是粉红色的，觉得还 OK 啦，就算是中规中矩的一个外套，但现在穿还蛮热的，它比较适合你是在冷气房的时候穿的。然后再下一件，一件是这个浅蓝色，它的细节就比较多一点点，这边就是有一个那种英文字母，很像那种军装的那种感觉，有这样子的一个字母，然后这边有这样子的一个算是图案插图那样子的一个感觉，然后这边就是一样是两个外套，然后这边就没有插图，就素色，后面就是这样子一个大的插图，看得到吗？应该看得到吧，
因为我要转过去看镜头，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。大概我停滞个几秒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到时候你再暂停一下。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的细节就蛮多的，然后同样的价钱，然后这个材质都是一样，是那种有点像防泼水那种雨衣那种材质那种感觉的，都不是棉的这种，然后都是蛮薄的，就很适合你冷气房穿的那样子的一个外套。然后这两件外套都是特价的时候买，所以都还算是蛮便宜的，就是跟菜市场差不多那种甜甜价的价钱，就是买到它有特价。那所以我觉得这两件，如果你是常常在待在冷气房的话，就还蛮适合。我是比较喜欢这一件啊，因为一件是我妈挑的，一件我挑的。我挑的是这种比较细节比较多一点点的这样子，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一个细节。但你会看这个外套，就是要吊起来，它很容易皱，这种材质就是很容易皱。因为我平常就是还没穿到，然后就放在这个袋子里面，所以它很容易皱，所以这到时候如果穿了完了之后就要把它吊起来会比较好一点点。不知道你有喜欢哪一件吗？这就是以上所有的开箱咯，然后都是菜市场价天天价就买得到的，不贵，大概都是500块以下就可以买得到的，然后又非常的可爱。今天的影片就这样子咯，不知道你有喜欢这个开箱的哪一项，觉得哪一项比较可爱，或者是你觉得你也蛮喜欢也想要购买的呢？或者是对影片有任何的想法和意见，都欢迎在下方留言，留言我都会给你一颗爱心爱心哦。我是鱼一只兔，希望你看我的影片有快乐美好的一天，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